TV 一号台裁判员刘东来，记录裁判员齐航、夏立源，运动员王玉恒，南非选手理查德·哈里德。下面比赛开始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理查德·哈里德获得开球选择权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开球。
第一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1-0，开球清台。第二局，王昱珩开球。第二局，王昱珩胜，比分1-1，开球清台。三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开球。
十秒。延时。第三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2-1。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。中式八球领导者。第四局，王昱珩开球。
第四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3-1。第五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开球。第五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4-1，开球清台。第六局，王昱珩开球。
十秒。延时。第六局，王昱珩胜，比分2-4。七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开球。
七局，王昀恒胜，比分3-4。第八局，王昀恒开球。
十秒。延时。犯规。自由球。第八局，王昱珩胜，比分4-4。第九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开球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第九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5-4。比赛暂停5分钟。Time out, 5 minutes。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先脚，11.5毫米特制钢头。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，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波茨杆，恭喜和中式八球。波茨杆，中式球杆开创者。比赛继续，第10局，王玉恒开球。
犯规。第十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6-4。第十一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开球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第十一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7-4。12局，王昱珩开球。10秒，5、4。
自由球。比赛时间也过半，十二局，王昱珩胜，比分5-7。爱跑强势进化，2.0版震撼登场。爱跑将1.0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，使安装更加简便，外观更加轻巧。软件脱胎换骨，娱乐性更佳，全新界面，3D 互动，在线升级，精彩源源不断。3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开球。
最后球。第十三局，王昱珩胜，比分6-7。第十四局，王昱珩开球。
第十四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8-6。第十五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开球。第十五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9-6。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。中式八球领导者。
第十六局，王玉恒开球。犯规。先后自由球，第十六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胜，比分10-6。17局，理查德·哈里德开球。
十秒。对，延时。七局，王一航胜，比分7-10。18局，王一恒开球。
本场比赛结束，理查德哈利德胜。Congratulations.